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的 Patty， 今天带大家去乐活道的乐趣台看一个三房的单位，现在即刻同大家去看看。乐趣台位于乐活道的十号由合和发展的私人屋苑，一共有两座，于1988年的6月入伙。铜锣湾的 CBD 就有14号 M 的小巴直达到屋苑楼下为总站。今天带大家参观的单位是位于 A 座一室，售面积1147尺，三房一套，一共有三个厕所的。通过大门一入到去就是客饭厅，已换了新明的木纹地板。客饭厅相连非常宽敞，望出去正正就是香港地标大球场的景观。饭厅的旁边就是厨房，长而宽阔，去到末端除了多窗之外就是工人的厕所以及他的睡房了。出返客饭厅需要经过到门才能够进入浸室区，增加私隐度。第一个房间是洗手间，以名字设计。左手边的第一个房间是睡房，客厅和这边的两个睡房都是望着壮观的大球场景，而且已经被有入场的衣柜足够收纳的空间。右手边第二个房间都是配备了足够衣柜的睡房。来到第三间的主人房非常阔落，这里除了可以放 king size 的双人床可以三边落床之外，同样是配备有这个这么壮观的香港大球场景，并已配备足够的收纳衣柜，套瓷亦以名字设计。听完刚才的介绍，如果有进一步的咨询或者想约睇楼的话，就记得 call 我啦，拜拜。